嘉义市政府卫生局表示，根据疾病管制署监测资料显示，嘉义市当病毒门诊、急诊、就诊人数已经连续五礼拜拢增加。目前流行的当病毒以克沙奇 A 型为主，但是伫咧社区内底，某零星检查出容易致输重症当病毒 A 71型含 D 68型的病毒。好佳哉是属于轻症的个案，疫情传播风险升高，防疫民众一定要做好预防措施。同时要注意是不是恶化变成重症的情形，因为当病毒对着幼婴的传染性增强，疫情对每冬的四月份进入流行期，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是高峰，九月份开学了后会阁再度出现另外一波的流行，提醒家长袂当马虎，无论是大人或者是囡仔。洗手的方法都要正确，才有法度来预防。另外，五岁以下幼婴仔是当病毒重症的高危险族群。如果发现出来的囡仔有一直困叫袂起来，人无清醒，活力无好，脚手啊无力，麻痹、抽筋、一直吐，或者是喘气含心跳真紧，等等的当病毒重症征兆，一定要赶紧到家己市当病毒重症治疗病院、家己基督教病院含天主教圣玛丽堂病院来就医。并且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会当上疾病管制署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家己市卫生局的官方网站来查询。最新新闻，就丁顺王小璇家己市采访报道。政府卫生局正在寻找握力达人，凡涉及于嘉义市65岁以上长者，与嘉义市六家整合性健康筛检医院配合整合性健康筛检期程完成健康检查，且完成口腔健康问卷及迷你营养评估表者，执行手握力量测，就可参加寻找握力达人比赛。每组录取最佳手握力前40名，就能获得总奖金10万礼券奖励。握力达人就是你，欢迎来挑战。预防肌少症，降低跌倒风险，提早检测，提早预防。如有以下现象，就疑似肌少症，请记得寻求专业人员。活动详情，请至嘉义市政府卫生局网站。嘉义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